一会儿就回去。好，好。哎，这天天忙工作忙加班，都忙成了大龄剩男，爹妈能让吗？硬让我呀到这家咖啡厅来相个对象。短信是收着了，人长什么样啊我还不知道呢。哎妈，我到了。哎，放心吧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大哥，这肉票！能不能小点声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肉票买肉啊？干咱们绑匪的！干咱们绑匪这行的，还得做广告啊！扯那么用的，交给你听儿，咋样了？俩字，绝对扎死。那是四个字儿啊，可千万别给弄死。要不拿啥换钱呢？哎呀，不能够啊，都喂饱饱的了，大哥，电话都打过去了。不错，没人接吗？没人接，俺俩干啥的了？你说没人接。哎，大哥大哥，我还发短信了呢，我说你儿子在我们手上，要想保证他的安全，拿着这个上这个咖啡厅进行交易，然后吧我还跟他说了，那个大哥，你看那人不来了吗？你想儿子都愁成啥样了你去转圈的。哎哎，大哥啊，咋又是我呢？我不是你大哥吗？啊，行。哎呀，大哥，是个男的，五大三粗，膀大腰圆的，我捂着不住啊，得你上，你去多合适啊！啊，韩剧白看了，欧巴欧一提卡其马擦蓝黑，你整的多顺了，你去，大哥，你说那玩意儿说的这。我也不合适呀、啊！你太合适了，多合适啊！欧巴，哎呀，哎呀，擦亮黑，擦亮黑，合适吗？哎呀，太合适了，上路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淑女矜持，淑女矜持。我还睡着了。您是约好在这儿见面的？哎呀，短信都收到了吧？啊，收到了。条件都清楚吧？基本了解。有什么想法？啊，一开始我是有想法，看见您以后我就没想法了。咋能没想法呢？不是，我还以为您是一个人来的，亲友团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团呢、啊，这个阵容就是撑一撑场面。毕竟人家是第一次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嗯，您是一个人来的？啊？没带其他人来吗？就我自己。就你自己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呢，通常呢都是一个负责外围观察，一个当面交谈，这样更稳妥，这样更扎实，这样更安全，和谐稳定最重要。哎呀，大哥，这小子装傻充愣，跟他挑明得了，怪累的。执行 B 计划。还有 B 计划吗？看大哥的。哎。哎呀，怪累的。你看，哎，哎呀，这个当事人你都见着了，短信也看明白了，你看这个不是问题吧？现在谈这个，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？不仓促，一点儿都不仓促。兄弟们，通过短信吧、哎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。是，我是重感情。我更觉得，你是一个不差钱儿的人。咱们还是先谈感情吧，谈钱伤感情。哎哎哎、啊，那谈感情
伤钱呢。哎，你看，咱别把气氛整得这么尴尬，点点什么吃。哎，金钱。我觉得吧，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。谈正事儿啊。正式介绍一下啊，我姓白，叫白子画。还生自己呢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？还真这么巧，我就叫白子画，音同字不同呀。那你跟那个沙姐姐挺熟吧？哎呀，沙姐姐口味多重啊，我还是喜欢骨头那样。嗯 这样淑女型的。这咋还聊上花千骨了呢？哎，最近不流行看那个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吗？还有聊金黑不相信喝醉。你说那个。哎，聊跑题了，谈正事儿，介绍一下我的工作。哎，你就不用多介绍了，都观察你老长时间了。说句实话呀，瞅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要不能给你发短信吗？起初呢，我们也有过其他方面的考虑，最后人还是觉得你的综合条件最合适。哎呀，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